Hello， 欢迎大家收看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an Friends 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isa。 今天呢，接受我们采访的第一位艺术家，他曾于法国巴黎攻读美术，拥有超过40年的艺术创作资历与教育经验，就让我们与这位用画笔反映真实艺术、见证时代的艺术家，和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我们欢迎唐国志老师，老师你好。大家好，Lisa 好。那我们非常荣幸这次能够访问到老师，想请老师来跟我们聊聊你踏入艺术领域的一个契机跟过程。其实我开始画图其实是蛮早年的时候，我从小就对绘画是有兴趣，假如说算是正式就对于艺术想要在艺术发展，应该是说国三的时候是一个契机，那那个时候的话，因为升学主义嘛，然后我又是在所谓的升学班啊，所以所有的美术课全部都是被拿掉的，全部都是变成那个国音术的，对 对, 对，国音术的东西。那我是很那个时候很羡慕有我们学校有一些社团，对，然后是美术社团有那个很热心的美术老师来带这个社团，然后他们都是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那我会看到，他们可以不用睡觉，因为我们在当时国中的话是，那个吃饱饭的话一定要每个人趴在桌上午休，对，就算是睡不着也要趴着，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是个折磨，是不是小就觉得这是一个折磨了？对啊，因为睡不着嘛，那个时候的精神状态不一样嘛，对。然后我又发觉说，他们那个其实我自己本身也很羡慕，说他们有可以在画画，所以就有一次就最后就鼓起勇气，毛遂自荐自己跑进去，然后那个老师问说你是干嘛，哪里来的？我就跟他讲说我很喜欢画图什么的，然后就跑进来，好可爱，就跑到那个社团里面去。然后那个时候就拿着一些工具就开始画画，那还好，就是说我在那个时候画图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成绩了，就是在画可能参加社团一个月两个月的时候就拿到基隆市的美术比赛的那个前几名了，是很有天分。那在那个时候的话，也是听老师讲了一些有关于那个艺术学习的一些事物啦，哈，比如说之后怎么样去考高中、考大学啊，然后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考虑了哈，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想说，这个我这个人生的话，我要走那个艺术创作的路，就是这个艺术的路对我来说，我觉得是蛮好的，因为在国中就已经决定要往这个方向，国中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了，我这辈子就是要干这一行。哇！那后来的话，高中的时候的话，就是进入高中我就那个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像是陶文月啊、林建新啊这些。其实我们那一群哈还是。不止我们三个，还有很多人啊。那当然不同，那个之后的人生际遇当然不一样。那只是说大家都其实对艺术都蛮有热忱，而且天分都很好。那很高兴有这些朋友啊。然后高中读完了之后，我们就去考大学嘛。然后之后就走入比较正式的一个美术教育的一个路子，然后在大学的时候也有得一些奖项啊，在大一大二的时候就有得到一些奖啊，然后这条路子就可以算是就走得比较顺。那大学毕业当完兵之后呢，那就是想说再继续有机会能够深造啊，因为其实那个时候觉得当假如说能够当老师的话是不错。当兵完之后是有在复兴教过一年的书，那个时候觉得怎么样呢？这个当老师压力很大，当学生压力也很大，对，所以那时候老师选择，对，我后来就想一想，就是选择到
国外去再进修、嗯、啊，然后那选择了法国啊，然后之后读了在法国待了四年多啊，然后也看到一些法国就是他们的艺术的瑰宝啊，然后美术馆博物馆非常的多，那也看到了一些现代当代的东西，那之后再回来台湾的时候就有一点运气能够进入到母校在教书啊，然后在最近去年的时候那个就是算是退休了啊、嗯、我提早退休，因为希望能够多一点时间给自己创作作品。了解，那这样一路听下来，其实老师在从学生到老师这段过程已经经历了大概有40年的时间了、对不对？对。那这一路以来，你是以照相写实还有风景写生为你的一个创作的一个主轴。那在你的内容上面，我们有看到你从原本的一些可能比较俯角仰视的比较壮阔的一个远景，然后再到现在比较新的一个俯视的仰角的一个地景系列，那这样子的一个内容变化是否跟你的性格是有关系的呢？这个多少都有点关系了，因为我自己个人本身是水瓶座的好，所以就有一点特别的，就是怎么样呢，就是我喜欢比较尝试新的事物、嗯、然后不太喜欢这种一成不变的东西。对，那我的创作的一个方式的话是有一些系列性的一个创作、嗯、在我早期的时候的话，我是做照相写实啊，那当然绘画里面的话，其实在我现在的话，我是有两种，就是说我有写生的也有照相写实的啊，写生跟照相写实、啊、对对对、嗯、这个是可以说是同时并进的啊、嗯、像我这个右手边后面这一张哈、啊、对、啊、地景系列嘛，对不 对地景系列，但是这一张是实地写生的。哦，实地写生的实地写生真的就坐在马路旁边，老师坐在那边多久？晒太阳大概应该是有两个下午啊。哇，两个下午，因为我通常画的一个习惯的话，就是第一天画第一层、嗯、第二天的话就把它画完这样子。那、嗯、现在老师，我们这样摆的这幅小幅的，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哦，这个是我的一个新的尝试、嗯、啊，画一些比较小的、比较细致的，也就是可以说是我以前的地景系列的一些缩小版。缩小版、啊、大概是因为我画地景系列的话，我收集了很多就是照片的资料，然后这个其实是照片资料的其中一小部分。 OK、啊、因为假如说是整个的一个影像的话，它的那个资料太丰富、嗯、像旁边这个就是整个资料，就是要画那个60号的啊，这种东西就不能画这样子。哦、oh. 哎，它这可能就是一个画面的一小部分的部分。OK， 这样子。所以这样的小幅其实也可以比较因应我们现代人的一个空间需求，因为现在其实空间越来越缩小了嘛。对，那我这个是以一个后框的方式啊，然后就是让它变成就是说这个很可爱的一种小幅的一个呈现，对，一个呈现。那另外一幅也老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OK， 好，那这一幅秋韵哈是我就是今年的新的作品。嗯、那我这件作品的话就是跟之前的就是石头一整片不太一样、啊、这个空间是在公园吗？还是在对对一个算是山里面的一个公园、嗯、山里面的一个、啊、对对一个就是一个小平台，所以假如说以作品来看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哈、啊、就那些石头都是有点就是像是有斧凿痕，但是又不是很工整的这一种啊，就是石头堆一堆切一切，然后就摆在那边啊。那在这件作品里面的话，我特别比较特别的话，大概就是两个，一个就是说那个树叶的东西哈、啊，然后这个叫秋韵的话，就是因为那个满地都是树叶，然后都是落叶啊。然后再来的话，这个石头的部分的话，我是有刻意去把它那个石头
有经过凿痕的那种石头的感觉把它画出来，然后石头上面长青苔这样子。那画面里面有一些这种树影底下的一种光线，就是说不平均的一种感觉，把它在画面里面呈现。老师，这幅也是照片写生吗？对，也是照片写生。所以我觉得在老师的像这种照片写真里面的那种作品，就感觉是把时间给浓缩在里面的那种感觉。对，那个就是有人就讲说，我的画面里面有一个特别的感觉，就是宁静。就是很近，就是怎么样，好像时间凝结的一种感觉。当然就是说怎么样呢，就是通常就是说照片就是可以把时间凝结在那边，但是这种凝结的话，有时候那个照片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宁静，但我的画里面的话可以感觉到是时间凝结，然后完全不动的，然后非常的安静。然后这个东西的话，可能跟造型，可能跟色彩，可能跟那个绘画气氛都有关系。就是画里面感觉上就是一种宁静。就感觉时间被冻结在那个，就冻结在那一刻，对不对？对，了解。那像我们其实也知道说，老师现在已经要进入一个专心创作的一个阶段了嘛。那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接下来一些计划呢？我其实我的绘画的话都是系列的啊，就是说一段时间可能就是这个系列。那现在所做的是叫做地景的系列。那之前也有做过流水系列，也有做过那个都市系列，就是我曾经也画过很多都市的大场景的啊。然后在大学的时候的话，就是那个就比较照相写实的那个汽车啊这些，然后机械性的比较多啊。那一路走来的话，我可能在现阶段的话，我可能想要做的就是从我看到的小的地景发展到从天空用上帝视角去看到一种比较广阔的空拍的。对，所以我这个最近这个入手了一些那个空拍机。空拍机吗？对，然后我希望。但台湾蛮多禁飞的区域呢。这个是我现在很大的困扰。那个空拍机买回来之后，就发觉大部分的地方都不能飞。对法规的那个关系嘛。法规的关系。对。这个。那个罚款30万起跳，所以我在每一次在飞的时候，我都要非常注意的去看，这个地方是不是禁飞区。都要先事前的先去调研。他们有软体可以去做。那我是希望说能够从，其实我的绘画里面的话，就是构图里面就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我很喜欢用俯视的角度在构图啊。然后以前的话是从人的高度，对，那有时候我会比较喜欢爬到山上去看底下的场景，是，那之后的话我可能再做一些空拍的系列，就是从那个高空的比较高的一个视野去看我们的环境啊。那其实我在绘画里面的话，我是希望说我的绘画里面是能够把这个环境能够表现出来的。理解。那我们十分谢谢老师的分享。那在跟老师对谈的过程中，让我对于艺术创作又增添了不同的新的视角。艺术创作是一段认识自己的过程，必须在表面的特征，然后跟内在的特质上面不断的进行挖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保持时刻的耐心，而且还需要进行明确的一个规划。我们十分感谢能与老师进行如此珍贵的对话，期待未来能看到老师记录下更多属于我们这个当代的历史轨迹。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将与第二位艺术家展开精彩的对话。
Hello， 欢迎回到 I Love Art 我爱艺术 Julian Fans 特别节目。我们今天要访问的第二位艺术家，他的作品造型让我第一时间就会想起小时候手捏陶土的一个画面。就让我们来一探究竟，他透过创作想要传达给大家什么样的讯息吧。让我们欢迎艺术家蔡玉琪。Hello， 玉琪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然后我们这次那个联展的主题是拾花弄草，台湾当代艺术家创作展。但那时候你接收到这样的一个邀请的时候，心情是什么样呢？其实当时的心情就觉得，哦，这个应该是一个蛮有趣，然后可能会是一个蛮温馨，然后蛮疗愈的一个展览。对，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可以带给大家一点比较缤纷色彩的一个想法。对，了解。那像我们这次的展览氛围确实是还蛮轻快，而且有一种初夏氛围的感觉。那据我了解，就是你这次展出的作品是不是风格是跟以前很不太一样的？ 对， 对，那我稍微讲一下我以前的作品，它其实就是比较多是在描绘就是生活之中的一些崩坏的角落，像是可能我们墙角的一个崩坏的瓷砖，还是剥落的一个水泥块，或又或者是它有没有某个地方可能有长青苔，或者是有被剥除过的一些痕迹，这样子都是我们一般其实会直接省略忽略的一个画面，对不对？对，因为我平常比较喜欢去观察这一种比较多人可能会在习惯之中就忽略的一些小地方。对。那像你这次的一个创作构想和美彩，也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那这次的作品呢，其实它也是取材自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可能有可能是大家桌面上的一些可爱的植栽、盆栽，或者是在一些生活角落的一些杂草或者是一些小草。对，那我透过我一个非常擅长去制作一个厚重肌理然后的方式，去仿拟了一个类似墙面石块的一个局部的一个活动一个基底。那我去将我捕捉到的这些画面，然后透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线条，然后用一个比较明确的明亮的一个色块，然后去将这些我捕捉到的画面重新的呈现在我的这个基底材上。对，那有点像是我去把某一个画面重新截取到我们面前的感觉。就像照片，我们可能会裁剪某一块我们自己觉得好看的那种感觉。对，那我就让它可能原本在比较多人会忽略的地方重新回到我们的视觉的面前。对。那像这个媒材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那它的基底其实就是一块裁切过木板，然后加上我一个自己制作的一个塑形剂。那塑形剂呢是运用碳酸钙跟一些酶剂去调制出来的。那它比较有弹性，不会像水泥啊或者是石膏比较没办法那么好去塑形，或者是容易碎裂这样子。了解。那举例来说，好像这样的一个作品大概需要花多少的时间去做处理呢？那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比较费工的地方在它的基底的部分。你说塑形剂的部分吗？因为它从调制然后到堆叠它然后制作这些基底，它其实从一层一层的要等它去干透了之后才能再去上。那像这样大概花多少时间等待它？花了差不多快要一个月的时间。哇，比我想象中还要久。理解。那像你这次的作品的用色上面都感觉是比较缤纷的，对不对？对。那个时候这些东西这些颜色都是你自己调制出来的吗？对，我这些颜色其实就是透过自己的比较直觉性的方式去调制的。我就看到这个画面，就会觉得说好像这个画面适合什么样的颜色，我就去把它给制作上来。然后我挑选了一些可能明度比较高彩度比较高的一些颜色。对，然后能够能够比较轻易的去吸引大家眼球的这种快乐一点的色彩。就是会让我想到看到你的作品，也是会让我想到就是女孩子化妆包里面都会装很多支口红，然后我们可能会跟着不同的场合，然后我们可能的今天的穿着打扮，然后我们就会选择不一样的那个色系。就我觉得你的作品颜色就是会女孩子就是会觉得很疗愈很喜欢。那在这一次的一个作品当中，你有还有带来了其他哪些部分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好，那这次的作品里面呢，其实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是，这些草跟这些花花草草，它其实都是我刚刚有提到的，从很多角落去截取回来的嘛。对。
那其实我在构图上呢，有一些画面就尝试了用比较局部的，像是可能我后面有一张黄色的，它其实就是那个桌上的植栽的一个局部画面。那我想用这样子可能比较有点抽象的色块的方式，然后去让观众有一些比较抽象性的一些联想。对，你没有把它很整体完整的呈现出来，而是裁剪了一部分，然后让大家可能有一个空间可以去做联想跟一个想象这样子。对对对，哦，理解。它那个是海草吗？还是就是因为它的叶片形式就是我觉得比较特别一点。对，它其实是我在一个办公桌上看到的一个植栽。哦，办公桌外面的海草。然后它，我觉得它的造型长得非常像海带。对对，因为我就是想到就是对海草的。我在创作的过程中都昵称它是海带，然后就在画它的时候就觉得它有一种很夏日的风情，因为它的那个形体是有点婀娜多姿，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用婀娜多姿来形容它。对，它是一个有非常多，它有非常多的姿色在上面。对，那我用了一个黄色，去有点带出一种比较活泼，然后比较阳光的这种感觉。因为我就觉得它一直给我一个有点像是海草的联想，就觉得好像它需要出现在一个好像有阳光，或者是有一个明亮的地方，对，岛屿，对，就是那种感觉，所以用了这样的配色。嗯，好有意思哦。那还有可能像我左后方这边有一个还蛮大幅的一个创作，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作品呢，它其实是在描绘的也是一个我捕捉到的一个我觉得蛮漂亮的叶子。对，那我把这个叶子呢用一个我把它拆解成了几个比较大的不同的色块，那它其实是在同一个色系上然后做出了一点色彩的变化。那我想要用这样子比较简洁的方式，然后去透过这样色块，然后能够快速的去吸引到观众的一些日常的生活经验，他可能就会觉得好像在哪里有看过类似的画面，而产生了一些可能视觉经验上的共鸣这样子。对，那像他会就是以这么大幅的一个呈现，也是因为叶子本身是你是一比一还原它的比例吗？还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构思？其实它没有到一比一的还原，但是我觉得我在创作的时候有一个蛮重要的是，因为我这些基底其实都是不规则型的，对。那我会透过这些不规则型的它的外观，然后去搭配适合的画面，或者是比较适合的叶子。就像刚刚 Lisa 讲的，就是为什么会在那个比较大块上面画那个叶子，对，因为我觉得它的造型是非常的适合放上去那个叶子的造型，所以我去做一个这样搭配。对，所以就是基础都是从你的基底，然后你可能会借由这个基底它可能呈现出来的一个纹理或是它的一个形状，然后再把你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画面截取到上面这样子。对对对，哦，蛮有意思的。那我在画廊其实有看到就是有一幅是你是用深浅的紫色，然后去呈现出一个小叶子的一个画面，那个颜色配置是也是你是从日常生活去截取，还是说你自己有在经过脑中的一些调和？其实那一件作品的配色其实是有经过我再重新的去调配的。然后整件作品其实它都是连同背景其实是同一个色系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是在角落的一个杂草，那它其实就是会原本是生长在一堆很类似的草里面。那我透过比较相似色的一个背景，想要去让它有点像是从一个大群体里面比较突出的那种感觉。对，然后所以用一个比较深一点的色彩再去它比较粉的紫色里面做出一个对比出来。对，那像我是后方这个绿色是不是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构思概念诞生的一个作品？对，它其实也是我刚刚提到的在一个生活中突然捕捉到的一个造型蛮可爱的杂草。对，那我觉得它的造型就是它原本也是生长在非常多草堆里面，但我觉得它就特别突出，而用这样的方式去把它给呈现出来。理解。那像在这次的创作过程中，你有没有遇到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那有用什么方式来去面对跟解决它吗？我在创作过程中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是如何去简化这些画面。哦，简化。对，因为其实这些画面在捕捉到的当下，其实它都是非常复杂的。它可能有比较复杂的线条，还是它的造型上可能都会相对的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颜色色彩上也是。嗯，那在过程中比较困难的点是如何去拿捏在取舍的过程的这个平衡，去剔除一些你觉得不适合的画面，对不对？对，然后去把它的比较精髓的线条或者是色块去把它提炼出来的过程，我觉得是在创作过程中比较困难的部分。所以那时候创作的时间点上是不是花了蛮多心思在做这种剔除的跟简化的一个过程？对，花了蛮多时间去取舍，哎，这块好像可以留着，这块好像不要留着，然后去做一个平衡的拿捏，这样子。对，理解。那展览到目前的一个想法，有没有一些新的感想可以跟我们分享呢？其实因为整个展场其实有非常多非常多不同风格的艺术家，对，那大家的风格落差也蛮大的。那我觉得大家在用自己不同的思维方式去呈现去诠释这一些花花草草的时候，我就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对，那就会有一种切入视角可能都不一样嘛，然后使用的媒材或是形式也不一样。对，所以就有一种就是好像我们在看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看出去的视角不太一样那种感觉。就是呈现出来的视觉化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对，可能感受也会不太一样，不太一样，理解。那像是这一次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未来有没有机会去做一个延续呢？还是说你之后还有什么一些新系列的一个规划？这一次的这个系列其实是大多是为了这个比较这个石花弄场这个主题去做的一个系列。对，那他们会不会再继续延续，其实可能会再看看后续的发展。但我刚刚很前面有提到的可能城市角落崩坏啊，或者是一些痕迹的一些样貌的这些创作，其实是我未来可能会继续去做的一个主要的创作的方向。对，那像崩坏系列之后有没有是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呈现？之后其实会往比较平面的平面的绘画去做一个发展，那会用一个比较抽象表现的方式去谈论这一些城市的崩坏的角落。理解。那我们很开心就是能够在这里听到玉琪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作理念。对于他所提及的简化，其实我是还蛮有感觉的，因为其实我们就是身在这个充满很多东西，就像刚刚我们有去讨论到，其实在你们新生代这个部分，其实会遇到很多资讯量很爆炸的一个状态，那要怎么样去取舍，然后要怎么样才能有勇气去剔除不合适的。我们非常期待玉琪之后能够带来更多将我们生活中可能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些内容，然后以你的方式重新的诠释给我们。那我们也在此邀请大家能够在6月30号前来到宛如画廊欣赏石花弄草台湾当代艺术家创作展。在这个空间里面呢，慢下急促的生活步调，感受艺术家们借由作品带来的明媚氛围与慢活语汇。爱了吧，我们下次见咯，拜拜。